今天给我们修房车的师傅把他自己的房车开过来了，是一台自改房车，布局有多优秀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就在那里，在那里喊。左黑山，左黑山，赶紧下路左黑山。虽然这几天我们哪儿都不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72小时的核酸。人不少嘞，还这么两队。核酸做完了，现在回厂里，周经理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，今天要维修车。一天一度，我算了一下，一天一度，你要要么你冰箱散热不好，一天一度，我觉得是那个是高了。但是它显示的就是50-60瓦吧，我的啊，对啊，50-60瓦是正常的啊，就是差不多一天一度呀，因为你平时没有啊，它要歇了嘛、啊。你看我那个冰箱好透哦，我那个就不好的。你这台冰箱没有盖儿吗？有，你是把它下有 啊, 有 啊, 有啊哦，这里哦，我这样这里是盖儿嘛。嗯，你看我们散热好不好？这样的哈，来都来了，顺便看一下周经理的这台 B 型房车，不长，估计只有5米左右，高度2.2米吧。这个应该是改装的，能够下地库的。从这后面看一下，空间还挺足的，后面都是储物空间。哦，罩在这儿，在床下面，煤气罐儿，这就放锅碗瓢盆，一些。工具，这张床还是可以，1.3米呢。这都是用来放东西的储物，看一下放了些什么。生活用品吧，杂物。上面还有一个，这是资深的玩房车的老玩家设计的，实用型，真的是实用型的。从中门进来看一下，一台冰箱散热非常的好做的。他跟我们说，我们那台房车的冰箱散热不行。它这台冰箱的话，一天用不了一度电的，我们那个要用一度电。然后一个大柜子，这个大柜子里面看放了些什么？这是油盐酱醋吧？牙刷、牙膏、锅碗瓢盆在这儿。下面都是些折叠盆，这边也是油盐酱醋，哇，这个柜子的利用挺好的啊。再往这边看，这是一台热水器，放在这里的。一个0.8的沙发可以睡一个人。床目测有1.2米到1.3米，感觉这里还可以变成床。这个冰箱的盖子倒下去了之后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睡一个人。这边下面是马桶，是一个马桶。哇，这么小的车居然能放下马桶，按钮按了之后打开，哦，这个马桶就这样，哦，上面是电饭煲，这个地方是洗澡的位置，很简单，把这个门打开，打开了之后拉出来就可以了。站这儿有个天窗，还挺方便的，把逆变器打开，烧水，因为我们车上面的电池充了一晚上是满的，需要用大功率的电器把电池的电耗掉，然后再试行车充电有没有改善，有没有提高。现在加了线之后已经变成55安了，是这一根吧？两根一共55，原来是20多一点。对啊，就翻了一倍多。翻了一倍。再看一下电池这边，50、48左右。哦，对。对，衰减只有油几。而且我这还支撑一根。对，测了一根这个地方，啊，就基本就解决了。再看一下车上面吧，行车充电已经变成770瓦了，啊，很明显，之前没有加这根线的时候就是200多300，完美解决行车充电功率不够的问题了。云南现在海南最好，哪些地方比较冷呐？丽江冷了吧？丽江噻，丽江也冷，那香格里拉也冷。香格里拉大理啊。大理也要稍微冷一点，大理和西藏差不多。哦。冬天你要最舒服的是三原。三元啥的？沅江、沅阳，还有沅蒙。沅蒙。三元。是。三元最热乎。我给你推荐以后哈。玉树。玉树哈。哦，这个地方。跟川西差不多吧。哎，和川西不一样，那没得啥大山的，而全是草地啊，山都是很宽的。嗯。而且玉树从格尔木到玉树。
这条路就完全就是在野生动物的环境里面走。它海拔很高吧，玉树？高噻，你那儿耍一段时间，你就自己就适应了。玉树还有个地方叫巴塘寺，巴塘寺他们僧人就专门喂，专门喂狗熊。专门喂呀？啊，那寺里面的僧人专门喂狗熊。嗯，野生的吧？野生的噻。我耍过那么多地方，真的玉树，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地方。干燥吗？也是干燥吧，应该。也是干燥，高原肯定干燥。嗯，干燥。那个干燥是正常的，知道吧？嗯。而且玉树那儿的人是淳朴，就人也好嘛。他因为他没有过度的旅游开发。嗯。你像甘南啊，像川西啊那些地方，他有些很多的人有些都不淳朴了，知道吧？嗯。但是玉树那儿因为去耍的人很少，我们可以参加他们的法会啊那些。嗯。或那些啥子，我们还可以求他们的那个跟到藏民去听诵经啊。参加法会，然后还摸头，一个人给他10块钱摸头，然后给你长生不老的药。我们争取用3年时间把这张地图走完，可能有点难，3年走不了。如果是放着慢慢走，不一定真的走不完，全部走不完。中国太大了，真的是。中国太大，而且我的耍法和那其他耍房车人还不太一样，我不喜欢经营地。嗯，对。不喜欢在那个停车场里面，妈呀！和那团打队，我不喜欢。出来这一趟走了，停车场见和有些车友聊天嘛，还有意思，真的。是有意思啊！因为你们刚出来，因为你们是房车小白噻。嗯，对对对。是耍房车噻，你们需要问他们很多。很多不懂，而且那些特别热情。因为现在我不需要了，我现在我要和他们耍的都是技术方面，有点成就的人我和他耍。以前个最开始我们10多年前耍房车闯车的时候啊，那儿真的是全是技术，大家比的是技术，咋个把它整得更好用。到后头慢慢一帮富人进来以后啊，商业化了，就开始晒装备了。我就觉得很不舒服。哦，对对对，就已经房车就变味了，就变成哦，我的房车100万。你的房子200万。哦，是很不舒服，要不我这下就各种退群，各种拉黑，我就再不和他们耍了。车我们就处理好了，现在我们开车回我们之前的营地，给我们的邻居刘大哥看一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因为他的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啊。刘大哥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了。新家的，对，从那边穿着底盘，从这里穿上来，从前面这样穿，从下面穿过来的。哦，从下面车底下穿过来，然后到这儿，直接去了底盘上，去了。对对，从底盘过来的，应该是直接去的电瓶吧？好像是直接去了电瓶了。他现在我们看了一下，就是能充700，700是不连太阳的。你是在？没有太阳能的情况下，差不多吧。阴的地方。哎，但是我们开了冰箱的，可能有700多。哦。再试一下吧，一会儿试一下给你看一下吧。现在600多了吧？我们换了一个停车场，这里又有很多新的邻居。这边的大哥刚好把小狗洗了澡，哇，好乖哟！这太阳太烈，舒服了，摸一下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嘿，哎呦，乖得很喽，全是湿漉漉的，一会儿就晒干了。这边太阳太好了，享受日光浴的小狗。我的400的高的时候，达到230、240的，反正250这哈。没看见它打到我，就大夏天的时候。大夏天的时候，400的太阳能能充200多。啊，我们那一千的，我们那个1000的充几十。你擦了吗？你擦了的。涨了30。擦了涨了30。擦了，那说明还是。那要不是板就不得套啊。我们那个车的太阳能板有问题。好的，今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，就是把我们的行车充电的问题解决了，已经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。另外就是太阳能板的问题，感觉是一个大的工程量，暂时可能解决不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